各位听众朋友，谢谢你们的光临，我是代表啊我的啊堂弟啊，哦，来祝福大家，在这个午宴上剩下真诚的祝福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手啊合在一起，我们啊来祷告啊，慈爱的天父上帝，非常感谢你带领我们的脚步来看到啊 Elias 跟 Natalie 的这结婚典礼，我们非常感谢你看到这两个新人的成长，跟他们在一起，我们恳求你们啊，天父上帝祝福这对新人能百年好合，百发齐来，子孙满堂。在此我们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祝福给这对新人，也是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来到参加这午宴，然后我们请求天父上帝给我们听见我们身体健康的身体，也祝福我们两个家人能一起成长，一起见证这对新人。在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最真诚的祝福，也请恳求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健康的身体，体充满智慧来面对以后的一切的问题跟艰难。主啊上帝，我们在此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请求祷告， Amen. Thank you Jesus.